这是海军航母编队第一次停靠香港，进一步激发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热情、凝聚和振奋民族的精神。系啊，嗰啲战机啦，又啲航母舰啦，好靓啊，大到无限咁大啊，真系好自豪，好感动咯！终于有自己第一只航母舰。市民对我们的非常热情，我们感受到了家里的那种温暖。